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。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体育啊，我们现在到了台湾体育运动大学。OK， 然后就是因为早上刚刚有看到一些，就是一些我在练球的片段。早上一路上课的行程就是去俱乐部了，刚刚应该有一些片段。然后我现在到了就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，一路赶车哦，我刚刚超级压线，就是51分的高铁，然后我大概50分到高铁站，对，超级赶，用跑的，一路用跑，所以完全没有办法拍。到了之后就是刚刚就搭建车过来，但因为中午上俱乐部的行程，然后下午就没有办法参加太阳城活动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明天也会到。好，那我们就是到我们的休息室，你看，我现在连你已经到了乐龄，乐龄是什么？60岁。
谢谢。